啊，反正就这样。要做好安全措施。好，大家上车，我要出发了，看好了。Oh, yeah.
方向，然后呢？
在后台。你说什么？都，这一份讲色情的，懂不懂？可以吗？那还是你要上来讲色的。要那讲色的可以讲一个色也不行，先不要。下一首歌稍微色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唱一首色一点。那这首歌最色就是你啊，整个舞台猥亵的存在。来，那你那个准备好了没？你不是有准备那个？你拿好了吗？等一下忘记，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情总是会忘记。好啦，第六舞开始好了。
吃掉记得哦，9月17线上发行，9月30 Reloader， 大家好要记得哦。别闹了，吃了之后忘记，我做你闹塞。什么东西？是啊，那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实体发行。没有钱了啦，我们出 T 恤啦，我们光是录音，我都快哭了。好，我们要继续了。今天我们建立欣喜，开太多歌，我们怕唱不完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，感觉好开心。那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耶。我看错歌了，等一下哦。好吗？那个我的
我的那个手表一直跳 IG， 现在有人在那个追踪我，赶快多一点追踪我们、那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什么？你手网？又追踪了，赶快追踪。你手网红，好可怕哦！开始喽！
天黑了。追了。讲个笑话。看我没有笑话，我们直接开始了。讲个笑话。我不会讲啊。快哦。没时间的啦。大家要注意安全呐、啊，那保险套哦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不能拿，我觉得一定有人在上面戳洞。太阳晒一晒应该也变紫了。哦，赞。下不去了。哦，好吧，抱歉了。
好，这一首歌谢谢大家哦，记得九月七号我们要去吕波的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如果吃冰棒忘记人就能闹赛。